欢迎来到犹他谷大学。狼獾是我们学校的象征。目前学校大约有30,000名学生。UBU 位于犹他州宏伟的 Temple Nogas 山脉。大规模的校园不仅优雅，而且又非常的友好。学生来到 UBU 的原因有很多，有的是对环境和当地文化感兴趣，有些是对我们大学一对一的教学方式和小型的学习班级。不管是什么原因，有一点是肯定的， UBU 能提供一个前所未有的学习经验给学生，而且是其他地方都找不到的。I came here. 我是来自新墨西哥州的，犹他州和我家乡很不同，但我非常喜欢这里。UBU 的校园感觉亲切，同学们也很好，所以我很喜欢这里。我很完美地融入了 UBU 的生活。 UBU 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教学型大学，该大学提供的学位广泛，从证书及文凭课程以及副学士、学士和高需求的硕士学位，积极地对社会的贡献，培养了对社会和学生都有利的良好关系。在 UBU， 学生会同时浸泡在专业和实践之中，而独特的课程综合了教学和对社会贡献，给予学生一个认真又全面的教育。 UBU 是小型企业发展中心和制造业扩展伙伴关系之家，有了这些资源之后，使 UBU 在经济和学问上具有显著的影响力。 UBU 把课堂上的学习经验和真实的专业经验连接在了一起，这意味着学生就有能力把课堂上学到的知识用在现实生活中。无论学生是一个会计学专业或是生物学专业，当他们毕业的时候，将不但只有拥有一个学位，更会拥有一个充实的个人简历。 UBU 已成长成一个世界级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机构，从个人理财到消防， UBU 拥有全美顶尖的课程去帮助我们的学生进入他们的理想行业。 The exact same software. 我每天在工作使用的软件和学校上课用的软件是一样的，在工作的第一天我就能够几乎完成所有的任务。我很感谢我的教授们，我们拥有国内最大的电子软件图书馆之一。我们最大的优势是能给予学生们具有实用性的技能和支持，去帮助他们在现实的工作上得到成功。因为这个专注学生的教学方式， UBU 的学生有很多机会与优秀的教师和工作人员得到更深的交流。 UBU 的教师们是来自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士，他们都非常积极和学生分享他们的专业知识，并帮助他们获得成功。 UBU 的教师对自己和学生们对专业的探究和成就都要求很高。我们的艺术系有很多教师都是在美国茱莉亚德学院而受训而出的，而且我们的艺术系曾多次获得美国大学戏剧奖。 UBU 的科学系成功地给我们学校赢得了很大的奖学金，还有我们的学校的航空学院已经有超过25年的历史了。以 UBU 的丰富关系，我们也经常找国际上的专业人士来帮助我们的学生获得成功。除了优秀的教师们以外，UBU 认识到有必要把重点放在科学、技术、工程和数学上。UBU 也认识到在这些领域中都有着非常大的需求，而且以 UBU 与泉州保持的紧密合作关系之中，学生们会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。I actually didn't know you. 实际上直到大约6个月前，我还不知道作为本科生也可以在实验室做研究。这真的让我没有想到它给我有一种不同的体验。一般来说，当你完成一个项目的时候，它不仅仅是一个项目，这其实是一个你可以放在简历里的一个研究项目。如果你放在你的简历里并且展示给大家，这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帮助，它是一个可以帮助你展示自我的机会。在教职员的帮助下， UBU 学生利用他们的新技术与实践，继续在各个学科取得着各种最高荣誉。计算机以技术专业学院学生带回来的最高级国家奖牌，数字媒体学生获得了奥斯卡提名的学生动画电影奖。UBU 也是犹他州唯一一家拥有4年制生物科技课程以及犹他州第一个4年制测绘学位的大学。 UBU 的相互连接校园和新的设施，例如科学楼和生活健康中心，侧面支持了学生在此追求学业。 I walk through the halls and I... 有一次当我走在学校的走廊时，我遇到了学校的校长霍兰，他停下脚步并和我握手，亲切地问候我，并且咨询我在学校的生活。我能感觉到他是真心的关心我。每天当我从学校走廊走出来时，有人会递给我传单，传单上写着今天学校里有活动，明天或者后天都有其他的活动。校园里经常有活动，比如说电影之夜、约会之夜、足球比赛、舞会，还有我去过的每一个活动，你都可以感到大家玩得都很开心，大家都很喜欢 UBU 的生活方式。得益于大学领导者的先见之明，校园战略性扩张了超过42.5万平方英尺的建筑，从而可以更好地服务于我们学生的生活。
新教学楼增加了34间教室和1000个座位的礼堂。随着儿童护理中心的扩建，有家庭的学生可以更专心于他们的学习。新的康乐中心是一个为学生进行思考和健身的地方，这里为学生提供了17万平方英尺的地方，用来增加课余的娱乐。在一家体育拔尖的大学学习，将会有不一样的大学生活体验。 UVU 是 WAC 联赛的竞技队之一，并且获得了这项赛事的总冠军，拥有着 NCAA 甲级男子足球队和来自皇家盐湖城的教练。 UVU 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去赢得胜利。如果你要成为这里的一部分，你就要愿意尝试，愿意把自己放在其中，愿意去交朋友，你就会成为 UVU 的一部分。我知道我已经说了很多，但我爱 UVU 和这里的学习环境。犹他谷大学将继续发展成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机构，上升到精益求精的新水平的同时，学生们在其中扮演了一个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丰富他人生活，并且帮助其他学生取得学业上的成功。随着更多项目的开发，更多资源和更多设施计划在不久的将来会完成，我们的 UVU 会变得更大更强。大家好，我来自中国天津，我现在是 UVU 大三的学生。我喜欢 UVU 的第一个原因呢，就是这边的环境。在 UVU 没有很多的学生，它不像在中国有很多的人，在这边有一个非常安定和稳定的环境，让供学生学习，从而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质量。第二呢，我喜欢 UVU 的原因是因为UVU 的老师。 UVU 的老师是非常负责的和有质量的老师。我是学会计的，在之前呢，我会计的课程一直分数不高，但是这边的老师让我帮助我取得了更好的成绩。他们牺牲了自己大部分的时间用来对我的帮助，从而我在学期末的时候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。我在 UVU 读书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了，在这3年当中呢，我得到东西实在是太多了。当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大学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喜欢上这所大学了。令我特别喜欢的呢，就是学校的校园。学校的校园里面充满了绿色，而且充满了很好的教学楼。从学校的一边走到另外一边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，但是不要怕，我们的学校的教学楼都是连接在一起的，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，你都不需要走在外面。还有一个令我特别喜欢的就是我们学校的图书馆。图书馆里面充满了高性能的电脑和学习空间，在考试的时候呢，我一直都待在里面，然后我都不会觉得不舒服。我在 UVU 的学生会呢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了，在这一年当中，我亲身的体会到这所大学呢是多么的在乎留学生。我觉得呢，能做到像 UVU 这么在乎国际留学生的大学真的不多。